欢迎大家收看外交简报。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大型科技公司对欧盟的反垄断法大声抗议；白宫拒绝了援助；在克什米尔问题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谢哈巴兹·夏里夫能否改善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关系？以色列非法的约旦河西岸定居点计划面临全球谴责。联合国表示，二零二三年是有记录以来移民最致命的一年。 从电动汽车到氢能源，亚洲的绿色科技行业在融资障碍中坚持不懈。请大家收看。大型科技公司对欧盟的反垄断法大声抗议，白宫拒绝了援助。华盛顿邮报，欧盟数字市场法案 DMA 已生效，要求包括苹果、谷歌和 Facebook 在内的六家科技公司对其在欧盟的服务进行重大改变，例如。 DMA 要求苹果允许第三方应用商店进入欧盟用户的 iPhone，而谷歌必须为 Android 手机用户提供选择屏幕，以便他们可以切换到其他网络浏览器和搜索引擎。微软、亚马逊和 TikTok 等公司也必须做出让步。DMA 适用的六家公司中有五家是美国公司，这引发了行业协会和国会成员的抱怨。拜登政府表示对该法律存在关切，但选择不推动此事。 在克什米尔问题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谢哈巴兹·夏里夫能否改善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关系？南华早报，巴基斯坦新任总理谢里夫被敦促在任期内考虑改善与印度的关系。谢里夫上周将印度管辖的克什米尔地区比作加沙，同时承诺加强与所有主要国家，包括邻国的关系。专家认为，谢里夫对印度的积极看法可能会导致两国之间长期紧张关系的缓和。然而， 政治分析人士警告称，在取得任何进展之前，必须解决未解决的问题，如克什米尔地区的争端。自一九四七年以来，喜马拉雅地区的克什米尔问题一直是印巴之间的争议问题，并引发了两次战争。尽管谢里夫对印度持有积极看法，但他的兄弟三届巴基斯坦领导人纳瓦兹·谢里夫在二零一四年出席了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就职仪式。以色列非法的约旦河西岸定居点计划面临全球谴责。 半岛电视台，以色列计划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建造近三千五百套新住房，遭到了包括亲密盟友在内的多个国家的谴责。这些定居点在国际法下是非法的，阻碍了巴勒斯坦的国家建设。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外交部呼吁对以色列实施国际制裁，哈马斯敦促联合国采取行动，并警告不要保持沉默。约旦外交部称这些定居点是单方面和非法的。 而沙特阿拉伯则呼吁在一九六七年边界内建立巴勒斯坦国。德国表示这些计划严重违反国际法。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称其非法、令人失望和适得其反。联合国表示，二零二三年是有记录以来移民最致命的一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移民组织 （IOM） 报告称，二零二三年全球共有一万零二百五十七名移民死亡或失踪，成为有记录以来最致命的一年。 之前最致命的一年是2016年，当时有8084名移民死亡。2023年，超过一半的死亡是由于溺水。地中海、北非和欧洲之间的航线仍然是最致命的路线。IOM 还指出了隐形船只的出现，即在海岸上发现的受害者或尸体与沉船事件无关，因此不被计算为移民。自2014年以来，IOM 一直在记录移民死亡和失踪情况，并已记录了全球超过63000名移民的死亡。 从电动汽车到氢能源，亚洲的绿色科技行业在融资障碍中坚持不懈。日经亚洲在亚洲绿色科技峰会上，与会者强调了加快亚洲绿色转型的紧迫性。越南电动汽车 EV 制造商 Vanfast 强调了电动化公共交通的重要性，以促进更环保的城市。该公司为个人所有权制造 EV，并在越南运营数百辆电动公交车。 Vanfast 计划通过在二零二二年底进入五十个海外市场，来扩大其全球影响力。Vanfast 的目标市场包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东南亚的 EV 市场仍在发展中，全球销量不到百分之二，但该地区的 EV 销量正在快速增长，竞争也在加剧。日产汽车东盟区总裁 Isaaci Gucci 表示，近年来新兴亚洲市场的 EV 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政府通过激励措施使电动汽车更加经济实惠。然而，由于高利率环境，绿色科技初创企业一直在努力获得资金，这促使投资者保持谨慎。资金限制使这些公司难以实现增长。印度最高外交官呼吁增加日本投资。日经亚洲，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卡尔呼吁日本增加对印度的投资。 苏杰生卡尔在东京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强调了印度快速增长的经济作为一个重要卖点。他认为，美国和欧洲公司在利用印度潜力方面领先于日本企业。尽管一些日本公司如铃木汽车在印度已经建立了业务，但苏杰生卡尔表示需要在企业间加强更多的合作。印度政府将其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的 GDP 增长预测上调至百分之七点六，高于之前的百分之七点三。 以色列对援助的阻挠在加沙地带造成了末日般的状况。半岛电视台、人道主义组织难民国际的一份报告指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制造了饥荒般的条件，并阻碍了人道援助。该组织在埃及、约旦和以色列进行了调查，发现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一贯而毫无根据地阻碍援助行动，阻止合法的救援行动，并抵制真正增加人道援助流入加沙地带的措施。 报告揭示，以色列未能遵守法律约束的措施，以促进援助流动并减少加沙地带的苦难。中国王毅外长表示，华盛顿试图压制北京。德国之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一次关于北京外交政策立场的演讲中，批评了美国，并赞扬了俄罗斯。他指责美国对中国持有错误的看法，并未能履行承诺，并呼吁两国之间的相互尊重。王毅还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并呼吁立即停火。 他重申了中国支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警告台湾独立的危险。王毅还批评了欧盟对中国的政策，称其矛盾并干涉了中欧关系。中国与非洲肩并肩，支持其发展道路。王南华早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承诺，北京将继续支持非洲的发展，表示非洲和中国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方面肩并肩作战。王强调。 非洲不应被边缘化，并呼吁全球社会通过实际行动和尊重非洲大陆的发展方式来支持非洲。他还宣布，中非合作论坛将在秋季以面对面的方式举行，这是继二零二一年因疫情而举行在线峰会之后的一次重要活动。王表示，中非领导人将在峰会上讨论发展、合作和治理经验。在尼日利亚东北部，至少有二百人被极端分子绑架，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雅虎。 大约有二百人，主要是因尼日利亚东北部的暴力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儿童，已被伊斯兰极端分子绑架。据信，这些绑架事件发生在几天前，但由于该地区信息获取有限，进一步的细节现在才开始浮出水面。特朗普在获得共和党提名后，面临党派分裂、法律困扰和财务困境。CNN，唐纳德·特朗普在尼基·哈利在佛蒙特州初选中败北后暂停竞选总统后。 被宣布为共和党的有力候选人，特朗普现在将专注于团结共和党人支持他的竞选，尽管人们仍然担心他能否赢得温和派的支持。哈利拒绝支持特朗普，称他必须赢得他支持者的选票。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还需要注意在关键摇摆州建立团队的需求。特朗普的团队已经意识到前方的挑战，无论是在团结支持者方面，还是在弥补与拜登竞选团队相比的筹款赤字方面。 特朗普的法律费用也在增加，但他的高级顾问表示，他们不打算使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RNC） 的资金来支付这些费用。然而，RNC 可能会得到更多富有的捐助者的支持，这些捐助者对直接给特朗普捐款持谨慎态度。正在努力吸引工会家庭和美国犹太人选民的支持，同时，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还将确定潜在的首次选民。一些共和党人对特朗普持怀疑态度。 包括对他个人行为和可能的刑事定罪的担忧。然而，其他人认为与二零一六年相比，特朗普在总统大选竞选中已经领先一步，并且可以在此基础上赢得怀疑者的支持。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表示，接下来的八个月对于为特朗普辩护至关重要，而且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到这一点。最新消息，随着国际社会对加沙战争的批评不断增加，中国呼吁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英国《独立报》。 中国再次重申呼吁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而挪威则警告其公司不要与以色列定居点进行业务往来。这是在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的批评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外交部长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国停止阻止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会员国。挪威外交部长表示，挪威企业应该意识到，通过在违反国际法的以色列定居点进行经济或金融活动。 他们有可能对国际人道法或人权法的违规行为做出贡献。奥尔罗伯茨大学在峰会联赛锦标赛中与南达科他州队相遇。美联社。奥尔罗伯茨大学和南达科他大学将在峰会联赛锦标赛中对决。奥尔罗伯茨大学在峰会联赛中对手取得了五胜十一负的战绩，由卡里姆·汤普森领衔，他场均助攻三点七次。 南达科他大学在峰会联赛中取得了五胜十一负的战绩，并且在比分差距超过十分的比赛中有五胜十二负的战绩。奥尔罗伯茨大学的投篮命中率为百分之四十四点二，略低于南达科他大学允许的百分之四十五点零。南达科他大学场均得分七十六点五分，略高于奥尔罗伯茨大学允许的七十五点六分。艾萨克·麦克布赖德是奥尔罗伯茨大学的最佳表现者，场均得分十九点七分，而卡莱布。 斯图尔特以十五点五分领衔南达科他大学。在过去的十场比赛中，奥尔罗伯茨大学取得了三胜七负的战绩，场均得分七十点三分；而南达科他大学取得了三胜七负的战绩，场均得分七十七点零分。海地帮派威胁发动内战，总理面临辞职要求。南华早报：海地总理阿里尔·亨利面临着辞职或提出新政府计划的压力，因为黑帮头目加紧对该国的控制。 其中一些人威胁要发动内战。美国国务院敦促亨利加快选举时间表，而加勒比共同体则明确要求他辞职。黑帮近日释放了四千五百多名囚犯，袭击了主要国际机场，并焚烧了警察局。亨利一直不在海地，他拒绝辞职。目前尚不清楚他将如何返回该国，以及美国将在帮助他方面扮演什么角色。外国干预海地的历史是丑陋的。华盛顿邮报。 海地目前面临严重的政治动荡和暴力，没有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全国范围内已经近十年没有举行选举。武装团伙控制着首都太子港的大部分地区，并袭击了机场，打开了监狱，要求临时总理亚里尔·亨利下台。美国已敦促其公民尽快离开海地。亨利政府已经呼吁国际安全部队干预一年多了，但对外国干预的热情很低。联合国表示，只会提供对任务的监督，而不会领导。 而美国则拒绝派遣人员，包括美国和联合国在内的以前对海地的干预未能带来稳定，往往使情况恶化。二零一零年与联合国维和人员有关的霍乱爆发，导致至少一万人死亡。海地的局势现在非常动荡，难以控制，全国三分之二的地区直接面临政治暴力的威胁。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是你们的观察员。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我们来总结一下。 首先，大型科技公司对欧盟的反垄断法提出抗议，白宫则拒绝提供援助。欧盟的数字市场法案对苹果、谷歌和 Facebook 等六家科技公司提出了重大改变的要求，这引起了这些公司以及行业协会和国会成员的抱怨。拜登政府表示关注，但选择不推动此事。接下来是关于巴基斯坦新任总理夏里夫是否能改善与印度的关系。 专家认为，夏里夫对印度的积极态度可能会缓和两国之间长期紧张的关系。然而，在取得进展之前，必须解决未解决的问题，如克什米尔地区的争端，然后是以色列非法的约旦河西岸定居点计划面临全球谴责。这些定居点在国际法下是非法的，阻碍了巴勒斯坦的国家建设。多个国家对以色列的计划表示谴责，并呼吁采取行动。联合国表示。 二零二三年是有记录以来移民最致命的一年。国际移民组织的报告显示，二零二三年全球共有一万零二百五十七名移民死亡或失踪，这是有记录以来最致命的一年。报告还指出，地中海、北非和欧洲之间的航线仍然是最致命的路线。亚洲的绿色科技行业在融资障碍中坚持不懈。亚洲绿色科技峰会上，与会者强调了加快亚洲绿色转型的紧迫性。然而，由于高利率环境， 绿色科技初创企业一直在努力获得资金，这促使投资者保持谨慎。印度外交部长呼吁增加日本投资。印度外交部长呼吁日本增加对印度的投资，并强调了印度快速增长的经济作为一个重要卖点。然而，一些日本公司对在印度进行业务持谨慎态度。苏杰生卡尔呼吁加强合作。海地面临内战威胁，总理面临辞职要求。 海地面临严重的政治动荡和暴力，黑帮控制着首都太子港的大部分地区。美国国务院敦促加快选举时间表，而加勒比共同体则明确要求总理辞职。最后，中国呼吁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挪威则警告其公司不要与以色列定居点进行业务往来。这是在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的批评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发生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新闻的深入分析。 首先，大型科技公司对欧盟的反垄断法提出抗议，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法案对他们的业务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欧盟希望通过这些法案来维护公平竞争和消费者权益，这也反映了科技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监管和反垄断压力。关于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关系，谢里夫上任以来对印度持有积极态度，这可能有助于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然而，两国之间的问题仍然存在，需要解决。对于克什米尔地区的争端，需要找到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以实现和平与稳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造定居点的计划受到了全球的谴责，这些定居点被视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阻碍了巴勒斯坦的国家建设。这也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移民死亡人数再次增加，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合作，采取行动，保护移民的权益和安全。亚洲的绿色科技行业正在努力克服融资障碍，这需要更多的投资和支持。绿色转型是当前全球的重要议题，亚洲应该加大努力，推动绿色科技的发展。最后，海地面临严重的政治动荡和暴力，需要国际社会提供支持和帮助。稳定和和平是这个国家所急需的，我们应该关注并支持海地的发展。 这些是我对今天新闻的观点，我也期待听到你们的想法。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谢谢您的收看。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六度 brief 点 com。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